清楚，跟它的内容没有关系，就是学三十天、学九十天、学180天，它都是同一套教材。它都是同一套，只是说它给你的使用时间不同，它手段。对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想知道说它上到怎么样一个程度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以前有、那个、你是说同一个同一套，对，同一套教材，那我想知道它最后是上到可以是怎么样的？像你在外面学有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、四级，那这个你说同一套教材是几级的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想了解这个。那是的话，你就可以透过系统去了解他的课程。但是现在这个界面没有把视图课程放进去，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还要帮你们联系那个厂商，说像可不可以提供基本的网页，或者是他们有些课程的连接，你要先加入。对呀、啊，那他至少你要人家交钱，你总是让我看一下我交了这个钱，我念到什么东西嘛？那这样的话，我就觉得不是很这个很友善，这个画面不是很友善，因为我最近想要学日文，那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很有兴趣，对不对？那你弄一下那个免费的课程给我看一下，好吧？谢谢。对的 ，OK， 好的。先学一个呢，打招呼好了，打招呼，哎，对，打招呼。那因为我们是要配合那种老师的老师讲课，所以在这边声音比较小，就是老师会一点一点讲。啊、okay。所以他这个课程是可以看得到，这边看得到从课程目录，他会从最基础的那种音韵表。是，它会有分上下级，它下面的就比较进阶一点。哦，这样，好的，所以最多有到十一，上面有十堂，下面有十一堂 ，OK。那另外一个呢？另外一个，看另外一个是小号。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。你说一共有两个吗？对，另外一个是讲旅游。好，那我们看旅游的有几堂课。他那个是比较偏向演讲，然后他一边演讲一边教旅游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他还蛮生动的，我看到。啊，那你会日文吗？不会。好好好。我只有学过一点点。哦，这样。因为我最近想要学日文，所以想要说由这里来听听看。如果你要先学的话，其实刚刚那个课程还蛮基础的，对，就是从基础开始教。那这个呢？它这个就是属于比较有点演讲类的啊，所以它一共有五堂课。对，它有五个章节，它就是从旅行开始讲。好，它是有一个开头，就是说啊，那我们把它弄出来，好不好？弄出来。他就是喜欢旅行，所以他从旅行中去学一些简单的英语。好，就是有一些演讲，但是他就是
少信任课程了，三百门。对，没有写日文字啊。我有后面就有。啊。对吗？写一个文件。他就是一怎么已经跳一？没有，一之一还没有看完。可是，一之一没有日文。啊，一之一没有日文。对啊。哦，好吧，那就一之二吧。一之二。他一之二才开始。啊，一之二才开始有日文。因为他的时间有点长，他拉一下。他就是开始介绍。啊哈。下面就会有一些简单有半个图片，就是旅行的词汇，它就会教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啊，季节啊，这样。OK。就是介绍一些风景。都没有日文吗？他是讲中文还是讲日文？他是讲中文，但是夹杂着简单的。那他讲中文，我们怎么学日文呢？他就是讲一些简单的词汇而已。他主要是演讲跟日文掺杂。哦。看来这个第二章节没有什么日文在里面嘛，哈。就是刚刚那个比较适合。就这几个字而已啊。就刚那比较适合学。我觉得这不像是日语的学习课程呢。它是旅游日语。对呀、啊，旅游日语你也要讲说，哎，我们这去哪里坐车那些话让你学啊。他就是有一点分享他去日本的经验之后的一些经验。哎呀，这个不好，这个不好。不要，可是可以从他的演讲里面听到日本旅游的一些经验。那不对呀、啊，我们是日语学习课程啊，怎么讲这些呢？哎呀，这有待改进。这个好像是旅游团告诉人家怎么样去旅游嘛，不是学日语哎。他可能有讲，但是我现在听不太到。啊。不见得说他这个画面没有日文，他都没有讲太清楚。啊，好，我回去听听看。好。